帮那个 Domino 加油。哦，因为 Domino 好像还没上过，他第一次打。对。他很酷哦，他很酷，他会他有可能赢，有可能输。学校东西弄好了，那你要来吗？好，我们的那个 Ilame XN 帮 Domino Go， 帮 Domino 加油，两方都有人加油，所以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我帮我自己加油，我也要打。没有人在乎。我希望等一下会有人帮我加油。然后开始了，选终点。那对伊莎，对伊泽本来讲会稍微轻松一点，但是哇，大 combo 进手边，哇，非常哇，被偷掉，死了，完美的偷命，直接一个抓，偷掉这条，他对多米来讲非常非常非常的不赚，他刚刚完全就是哦，我现在 on fire， 手感上头了，赶快冲下去，然后就死掉，然后抓到 pin 跳起来的 fail， 一个滚。第二下 Perry 内野打出去，又是一个 Jet， 又是一个，他想要用那个 Zeb 接空后跌倒攻击，哇，没有瘦身，没有瘦身，是因此错失了惩罚的机会。但是，我刚刚以为他跳会那个被抓到，对，有没有？方还在，现在多米诺依旧承受着他第一命的。被偷走第一名的损失哦，那还有一命，整整落后了一命，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危险。那也进入了，伊泽贝尔的沙发数。嗯。好，又是 ledge trap， 他想要毒滚，毒滚，但是没有，往后丢。哎、欸，被打到了。他起飞的距离会比较、欸。被吓到了，但是没有被那个滚砸到。费尔打出去还没死，漂亮的 DI 哦。要死了！直播画面怪怪，但是好像分解，真的吗？你说直播画面怪怪的。对，我等一下会，等一下已经会起来。好，那 Pin， 平 A 大 combo， 简单的 combo， 还没有掉命哦，两命的领先了，啊、而且又有锐角状态。刚刚完哇，直接上 B 出盾，你上 B Perry 发育 Perry 之后上 B 哦，稳稳的成功。嗯，这个单选他可没有打中。对啊，刚刚西斯会再笑一下。然后贝尔打出去，手边多米诺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哦。空上。贝尔继续守，继续守。后丢。继续牵制飞到。啊，会死吗？死了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没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他剩在哪里？好，看到他电话是吗？我现在调整直播。有人没切断？有人没切。现在可以帮忙断线，其实不用在。对啊。不是啊，就是怕干扰。现在看起来是没有。要不对空气不爆。开罗斯，等一下要打跑考。我反过来。转一转会比较好一点。
目前分解应该是没有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，再进行调整。那第二场，Pin 目前打到了很大的优势。那刚才是 Pin 获得第一胜嘛？这不是铁拳群的陆地吗？好，然后，这已经是我的梗了，我看他也要讲这个。哎，我们的卢迪出现了。好，然后目前Pin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哦，但是洛伊的击杀力不可小觑，所以对于Pin来讲也是蛮危险的。贝尔打掉了一个气球，但是没事，这个没有 take 到，但是可以 take 的哦，但是一时反应这个没办法反应出来，太快了。贝尔手边，打中了Pin跳球跳回来的破绽，下丢 Nair。第二次那也没有那个 dash 没有按出来，所以也没有打中。我在空中 be reverse， 很帅很帅。哎，那个原地跳加一个抓，再一个阿贝尔没有打到 sweet spot， 所以被惩罚。那Pin把握这个手变机会，小宇宙表示Pin加油，嗨小宇宙都有嗨，大家加油，大家都加油。然后波米诺。他对那个下 B 就是地雷非常的在意哦，没有随便去碰他，不错。好，又废了一次，打出长手边。那这个状况下已经是洛伊的杀趴了。好，不是 Jab 贝尔，是 Jab 费尔。打三下，等了一下，但是这个等反而让他赔上了这条命，因为想要看这个动作，但那个Pin成功防守住那一个，所以也没有被 mix up 到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继续埋地，但是多米诺没有对他埋地这个动作做出任何动作，任何的反应。现在这边很危险哦，在台上，哦，贝尔打出去，打中了墙判。那继续。Pin 还是有他的趴数上的优势的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但是，毕竟若伊就是那种可以很早杀的角，很早杀的角色，所以 Pin 其实也没有脱离安全的范围。哦 ，Dare 加上一个阿贝尔打出去了，但是被那个地雷炸到，很可怕。Dare 打出去，要手边吗？没有 Ledge Trap， 被弹弓甜甜打到了屁股。击飞 Pin 拿下了这个 set，